好甜啊。这是什么？菠萝蜜。我来揍你。太胖了，海姆立克来了都救不了他呀。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种大胖子被异物卡喉时，而且我们双臂不能环绕患者的腹部，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来进行胸部冲击法进行急救。第一步，首先站到患者的后方，患者双腿叉开，一腿伸到患者的两腿中间，固定患者的臀部，双臂环绕患者胸臂，找到两乳头连线的终点，一手握成拳，拳眼朝内，放在两乳头连线的终点处，另一手放在拳头上包住拳头，这时候快速的向内向上冲击，直到异物吐出。这种大胖子的急救方法你学会了吗？